说画什么画，画不好就变成提着油桶满街画招牌的了。我不服气，我对画有着热忱，况且自己又不笨，加上努力，没有理由做不到一个有影响力的画家。事隔五年了，我不但没有做到，相反的，我在做我不喜欢的事，做人家的太太。为了爸爸的债，我不得不嫁给一个有钱有地位，既温柔又体贴，而不是我喜欢的人。从他那儿，我得到一切物质上的享受，而我真正需要的，他没有。以前整天的话是为了理想，现在整天的话是为了逃避，逃避那个俗气而没有灵性的丈夫林进才。王嫂，太太在家吧？在房里。好。哎，老钱，先生您回来了。我拿吧。哦，不不。我给你买的这件衣服，喜欢不喜欢？啊？你画了一整天，一定很累了。要不要找个人给你按摩一下？我不要。哎，要不然洗个热水澡，出一身汗。会恢复疲劳的。王嫂，去给太太放热水。好，我真的不累吗？你要多吃一些蔬菜，蔬菜里的维他命 C 最多了。你最近气色不大好，要多吃点啊。来来来。我今天在办公室看报，德国出了这种最新的药，你试试看，也许有效，也让我尝尝做爸爸滋味。工会老许今天到公司里来，他太太又怀孕了，这是第八个了，真行。老许真能干，他说孩子太多了，他头都大了，这我就不懂了。这要是我啊，别说八个，就是八十个我也不嫌多呀。后来老许说分两个给我做干儿子，我收了。再说老许跟我们有生意上来往，拉近点以后做生意也方便。我有点头疼。啊，头疼，我去打电话叫卢大夫来给你看看啊。又是卢大夫，我哪儿疼啊？我是叫你给烦的，我连一句话都不能随便讲，后果不是吃药就是打针，管他的，最好能一针打死算。董事长，已经两天没到公司来了。哎，坐坐。啊，关于上一次华科公司订的两船橡胶啊，他们的 NRC 已经到了，可是现在橡胶已经涨价了，我们是不是照原价进出？王经理，做生意要讲信用，哪怕少赚一点，我太太人不舒服。我要陪陪他，以后这些小事你看着处理好了。董事长，这不是小事，一公斤差一块的话，两船橡胶就差100多万。王经理，
你跟我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，赚钱重要，做人更重要。好，我走了。怎么样，秀云整天愁眉苦脸的，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有什么毛病呢？你才有神经病呢！我也是名医啊，你当我是无业游民啊？三天两头就找我来一趟，你真是的。抱歉，抱歉。好一点没有？我想静一下。好，我到隔壁去睡啊。是不是想借孩子把夫妻的感情拉近呢？该我倒了。好吧，如果真有个孩子而能把我们改变的话，我倒想试试看。走吧。今天隔壁老张那个小伙跑过来亲我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亲亲好给钱呢。你又要收干儿子了？再来点吧。嗯。明天你要不要出去画画？我12点约好了人，干什么？我想请你去看场电影。什么电影？两小无猜。看情形吧。于董事长要我送来的帖子，谢谢。哎，谁来帖子？于董事长的。完了，明天电影看不成了。于董事长侄子刚从法国回来开画展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喜欢画吗？明天我陪你去看。哎，于董事长是不能得罪的，我跟他有生意上来往。有个孩子也许能改变家里这种不协调的气氛。我鼓足了勇气去看了医生，医生说我正常，那问题是在进财了。哎，不能给他知道，他会受不了的。哎，小队长，你也来了。李老师，张超兄，江峰，你好。这是设置课药。啊，
你好。好。哎，钱德门，方心。你好。钱德门，方心。好。好。哎，施善娣小姐。你好。哎，柯阳。哎，冯凯，好久不见啊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离开乔治沙克以后啊，去了意大利罗马，当了3个月临时演员。哎，我演电视哦。后来去了纽约，端了1年的盘子就回来了。哎，他是我好朋友鲁先生鲁直。你好。哎，于等人等。哎，于先生。哎，林凯。我到里边看，请坐，石桥。哎，啊啊！哎，林总，少校，好久不见，您好啊！哎，林总，您好，请多指教，太好。就是他，高明高明，林兄真是慧眼识货，一眼就看上最好的一张。哎，柯瑶，见见林董事长，这是社之柯瑶，刚从法国留学。哦，你好。哎，柯瑶，见见林太太。林太太是行家，林太太是名画家，以后你还要多跟林太太请教。于董事长，您真会开玩笑。不不不，应该叫秀云向于老弟学习才对。这样吧，这礼拜天请到我家便餐啊。老钱，把这个搬到那边去。哦。王嫂准备好了没有？客人马上就来了。好了，先生。好。哎，老丁，嗯，赶快去把前几天买那幅画挂去。哦。我差点给忘了，人家来了，看到画没挂，多不好意思。挂在哪儿？客厅里最显眼的地方。哎，就挂在这儿好了。低一点，哎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哎，太高了，低一点。好。随便勾两笔就是25000块。早知这行这么赚钱呢，我也不必辛辛苦苦从学徒开始干到今天呢。随便勾勾多好。哼，人家这两笔可不是乱勾的，也是按部就班练出来的。这是抽象画，不是随便容易看得懂的。是。对这些是外行。再说人家画画并不一定是为了赚钱，他标价高是表示他的身价，并没有强迫别人去买啊。是，
我是开玩笑。哎，请请。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林太太烧的菜太好了，我走遍全世界，也没能够吃到这么好的家庭式的菜。不是我做的，是王嫂做的。虽然是王嫂做的，但秀云也是在督导啊。是啊，我就是这么说嘛。我这客厅以前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，结果把于老弟这张画一挂，真是给我这客厅添上了光彩。李先生过奖了。于先生，你刚不说披头四他们已经散了吗？嗯，他们虽然散了，可是精神还是在人们心中，他们把现代音乐带到新的境界。比方说他们做的六个小节和七个小节的歌，刚开始有许多音乐家反对，要给他们改过来，到后来不但没改成，反而也照他们原曲演奏了。哦，你是说那四个头发长长的嬉皮啊？嬉皮，哼，那是个人的看法。他们到过印度，受到印度禅学的影响，所以他们的东西里含有东方色彩。你不能因为他们的外表而否定了他们的一切。于董事长，我们两个是外行，也听不懂，我们来下盘棋吧。好啊，让他们好好聊聊。好，嗯，请。秀云，嗯，我看你今天好高兴啊。你说什么？啊，不不，我是说很少看到你这么高兴。我看以后干脆把于先生请到家里来做家庭教师，每天跟你研究这个画画。
先生，要不要我给他们送下去啊？把这个绿色的调深一点，显得更有层次。于老弟，秀云，好多雾啊！英国的水彩画为什么在世界有名？就是因为伦敦多雾，迷迷蒙蒙的，最适合画水彩。从这里看过去，雾蒙蒙的，多美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现在画的这块地，我准备把它买下来，盖三层的国民住宅。现在这块地，大约有5000平，盖三层的话就是15000平，每平成本是2000，可以卖3000，一平可以赚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15000平就可以赚1500万呢！哎，你尽量画好一点，我拿去登广告，可以预售收定金的。哦，对了，秀云，我跟孙经理约好了，差点忘了，于老弟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了。画室怎么好，也比不上你美。
的画有活力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余克瑶吗？最近怎么搞的？好像连我的人也在变，整个世界都跟以前不同了，连进财也在变。以前下班总是准时回家，怎么突然常常回来晚了呢？于老师，不要这样叫我。那该怎么叫呢？我叫于克瑶。于克瑶。还是不对。鱼字不必叫出来吗？你一定要把距离拉得那么远，叫我。叫我，克瑶。对了，完全对了。我答应过你，今天带你去看我的画室。已经很多年不画了。哦，那你的画展是怎么开的？那是在我没有出国以前念书时候画的。我这次回来，叔叔为了要面子，一定要我开画展。我刚好愁那些破画没地方放，我趁机一起搬出去解决掉了。哦，那你在国外画的东西有没有带回来？能不能让我看看？我在国外根本没学到画，只是学到对艺术的真正看法。所以别人认为是第一流的画家，而我认为是第二流的。那么谁是第一流的呢？上帝啊。我不懂。我问你，哪一个艺术家能造出亚当夏娃来？哪一个艺术家能造出有生命、有善、有恶，叫人捉不住、摸不透的作品？米开朗基罗、梵谷、毕卡索，他们能跟他比吗？除了他，什么人能创造出像坐在我对面这样美、这样有灵性、这样叫我心动的作品？我看透了。再说这些艺术家的成名是靠多少外界环境帮助，他们心里明白，我可以打着艺术招牌欺骗别人，我不能欺骗我自己吗？所以啊，算了。我问你，哪个艺术家能创造出亚当夏娃？哪一个艺术家能造出有生命、有善、有恶，而叫人捉不住、摸不透的作品？摸不透的作品。啊，我懂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艺术的迷津，他给我解开了；我盲目的追寻，他给了我指引。跟他比，我忽然觉得自己那么渺小。这么渺小的我，给了他，又有什么损失呢？Thank you.
先生，我跟着你已经15年了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我要说说。王嫂，我明白。哎，秀英跟我这么多年，也够苦了。再说她怎么嫁我，你也是很清楚的。自从嫁我之后，她放弃了自己一切的爱好。我生意又忙，又不能常常陪她。再说，她的爱好我不懂，让她开开心，不是很好？先生，一个好好的家庭，常常来个大男人，叫人家不知道的韩义武。王嫂，不要再说。王嫂，这些年来，这个家多亏你给我整得井井有条。不小了，也该回去照顾照顾孩子，享享福了。来，拿去用吧。那些干嘛？现代人应该过得洒脱一点，尽量减轻负担。养孩子是多麻烦的事。那也不能为了麻烦而不养啊。其实我们男人无所谓，生孩子的又不是我们男人。我们的责任只是出点钱，让他有吃有穿的，不就了事了吗？再说吃穿也花不了多少钱。我觉得你的看法好奇怪。有什么奇怪？你们女人就是想不开，生孩子疼得哇哇叫，生下来以后擦屎拉尿的，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，而且肚皮上添了一道道花纹，好看吗？这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烦吗？你真现代啊。林先生订的生日蛋糕。哦，谢谢。先生订的。哦。
他竟然知道我过生日，怎么又不在家呢？奇怪。老钱，先生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去哪里啊？先生说去赵律师家打牌，没事了吧？啊，没事了。喂，赵律师吗？我是林太太，麻烦你找进财听电话。啊，他没来过。啊，哎，谢谢你。秀云。哎，于老弟，哎，你也在这儿？哎，好极了。秀云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林太太过生日啊？哎，真不好意思，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嘛？连我自己都忘了。于老弟，都是自己人，不要客气嘛。哦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哎，吃过饭再走嘛。啊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我改天再补请你们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于老弟啊。我回来的时候到修理厂把跑车开回来，以后你们出去写生自己开车方便些。啊，把钥匙交给你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拿着嘛，别客气，我公事忙，还得多劳你假抽空多陪陪你大嫂，她一个人待在家里也够闷的。找谁呀、啊？秀云。不对，走走走走走。嗯，他妈的，狗眼看人低，什么玩意儿呢？哼！先生，您要点什么？给我来瓶酒。什么酒啊？啤酒。啊。进财。啊。我口渴。进来喝杯水。小姐，你要点什么？我不要。你不是从来都不喝酒的吗？不要再瞒我，俊才。告诉我，你这是为什么？你这是何苦呢？你跟着我，太委屈你了。这样我不会开心的。
作才好。不要把我们的距离拉得太远，我不稳定。旅客林俊才先生请注意，旅客林俊才先生请注意，有您的电话请跟交通服务中心联络。我去接个电话啊。谁的电话？公司王经理来电话，他问我于克瑶的薪水怎么付，我叫他付一年的，如果于克瑶要用钱，我们可以多买他些画。人家不一定要你钱。是是是，他是艺术家。俊才，你看那边好美啊，俊才。干嘛？啊？哦，你玩了一天也累了，你回房休息休息，我给你洗洗啊。俊才，让我自己来吧。哎，没关系，我来，让我来。旅行了一个月，我们总算又回到了台北。我从来也没有觉得时间过得那么慢，是不是因为跟俊才在一起的关系？不，我不能这么想。俊才那么好的人，我也应该陪陪他。地方我来过，一点儿也没有变吗？
那些树跟那些路，只是少了一对应该在一起而没有在一起的人。他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大概他已经把一切忘了吧。哎，于老弟，我们临走太匆忙，来不及通知您，真是对不起啊。你们先进去聊聊啊。秀云，我到公司去看看，顺便交代王经理办一点事。你要我死是不是？你要我死是不是？我们另外找个地方谈，好吧？走，连一句话也没有。秀云，我不是跟你闹着玩的。你认为这些日子我好过吗？可瑶，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可是你知道，进财他比我们更难过，他的人那么好，我不能再伤他了。他人好，我坏是吧？我坏在爱你太深，我错了吗？你不能伤他就可以伤我？可以啊，不要再伤我了，我已经到了不能没有你的地步。喂，啊，卢大夫，秀云怎么了？这下你可行了啊！秀云有喜了。什么？恭喜啊！你真的信了。再见啊。是你的孩子，我该怎么办？打掉吗？来不及了。再说，金才晓得我有孕了，他并不知道孩子是谁的，我怎么能这么做呢？生下来也好，他那么喜欢孩子，就把孩子送给他养好。我们到外面打天下，带个孩子也是累赘。反正我们还很年轻，有的是时间。
我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我现在的安排不敢说100%让你得到物质的享受，最起码在精神上我能使你满足。我们马上动身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属于我们的环境，好好的过一辈子。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得出来，我们的前途充满了希望。我能不跟他走吗？要我留下来的话，我真不敢想象。就像上次我下了决心想对静才好一点，跟他去旅行那一个月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，连短短的一个月都受不了，何况是一辈子，可能吗？人都是自私的，我没有理由让自己过得不舒服。为了理想，我应该跟柯瑶走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明天就要入院待产了，我越来越紧张了。我不是为生孩子紧张，是为了他们。一个是拼命地为我生孩子而忙，一个是要说服我把孩子生下来就跟他走而忙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决定要走了。到哪儿去？我想换换环境，我觉得这一行我不太适合干，我想出去看看有什么别的事可以做。不是我说你，你真叫我失望。这么多年来我辛辛苦苦供你读完大学出国深造，现在总算整出了头了，你也回国了。没想到你回国就开了那么一次画展，年轻人应该有上进心。你也不想想看，这么多年的辛苦结果，说放弃就放弃，你不心疼，我心疼。其实我想了很久才这么决定的。我希望成功靠自己，事实上完全是靠您的关系、您的面子，根本没有我自己嘛。那有什么不好？趁着我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帮你成了名，将来得意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可以欺骗别人，但是我不能昧着良心欺骗我自己吗？你打算怎么样？我打算做生意。要我帮你是吧？怎么帮你说吧。做小生意勉强可以应付，上次画展收的钱我还没动过，要是再做大一点我……那就再开一次画展吗？我帮你推销。我不能再赚这种对不起良心的钱，再说我一张画也没有了。没有就赶快画吗？你要我拿钱给你，你还有没有出息？我叫你开画展你就开，听我的没错。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。你不说我也了解你的，一个女人就要做妈妈了，那种心情是可以想象到的。你好好休息，话说多了也会伤神的。于董事长，来请帖，柯瑶要走了，开临别画展。我从你那儿多少学到了一点儿，可以看懂了。我走了。哎。我去选一张最好的、最贵的画，送给你做礼物啊！金才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你为什么不能叫我安心的离开你？你知道我已经决定怎么做了吗？你知道吗？欢迎来大雨呀！
在哪儿啊？哎，这是噱头啊，人家是从外国回来的名家，这跟普通画展不一样啊，在没有开始以前呢，用黑布挡住。我让你们看得清楚，你们自己互相看看，你们那张虚伪的脸。我没有疯，疯的是你。我没有疯，疯的是你。你想出风头是吧？你想出风头是吧？我让你出个够，我让你出个够。他们是为了看我画而来的吗？他们是为了看我画而来的吗？他们是为了看我画而来的吗？他们是为拍你马屁而来的，他们是为拍你马屁而来的，他们是为拍你马屁而来的。我再也不要做你傀儡，再也不要做你傀儡，我再也不要做你傀儡了。你这不是叫我丢尽了人了吗？我看清楚，我看清楚，我看清楚，我看清楚。你们上流社会的真面目，你们上流社会的真面目，你们上流社会的真面目，你们上流社会的真面目。再也不要，我再也不要做，我再也不要，我再也不要做做你的社交工具，你的社交工具了，做你的社交工具，做你的社交工具了。你们要看是吧？你们看吧，你们好好看，好好的看，你们好好看吧，看哟，我们打开呀！都是你，来看什么画展呢？都是你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。小沈，真是的，你懂屁，懂屁。啊，怎么了？厕所在哪儿啊？我等不及了。哦，哎呀，太太说不定现在已经生了，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们锁上了呀。你倒说说看，为什么把我们关起来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拉住我，我这个一定要揍你。你走开，莫名其妙，我一定要揍他。你看，不要怪，真是。是女孩，你要不要看看？车子在外面等，我们走吧。自己来，我来。你在下边等我啊！哎，好。
我们不要骑了，我们去弹琴啊。哎，来来，先生，我不懂，老天还有没有眼睛？这个世界还有没有道理？我也这么想。看的。头有点疼。为了吃好的住好的，累一点也是应该的嘛。柯瑶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带来的钱差不多花光了，为了住这么好的房子而去开那个唱片行，让你一个人整天和那些俗不可耐的唱片，和那些买唱片的人打交道，我觉得一点意义也没有嘛，还不如把这个房子退掉，找一间小木板房，还比较有味道一点。我不是不能吃苦，可要住好一点，是希望别人看到了，认为我们过得很好。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并不认为错，可是在中国伦理传统社会里，你是拐带有夫之妇的坏人，而我成了红杏出墙的淫妇，我们都成了叛逆，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会有好结果的。我这样做是安慰自己，也希望进财和那些亲戚朋友知道，我跟你走并没有做错。我们的事不在乎别人说好说坏，除非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做错了。我做这些给谁看嘛？给谁看？骗别人也骗自己。我坦白地告诉你，
我老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呀，你不能过我这种日子，你根本就没有忘记过去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样说太不公平了。我一向说真话。我是不是又揭了你的疮疤了啊？我真不明白，你当初跟我走是为了什么？买一张今天不回家，再买一张梅南，梅南我爱你。好的。什么不好买？买那些俗气的东西。嗯。哎，你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不客气啊？我爱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你管得着啊？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他不是说你们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怎么不是说我们？这儿除了我们还有谁？嗯。怎么？说你又怎么样？哎，柯阳，柯阳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这儿就你一家，真是。哎，先生，穿的倒像个人样子，什么东西嘛？低级。性格又不能当饭吃，你看不惯就不要来嘛。漆黑的。啊？漆什么黑的？你们这儿又不是殡仪馆。奇怪了，哎，我请你来是装修我的房子，又不是你的房子，我叫你漆什么颜色，你就漆什么颜色。哦。哼，那就对不起了。你出这点钱啊，还不够资格叫我委屈听你的。为了赚这点钱。来装修这个饭店不像饭店，春宫不像春宫的酒吧，我已经够窝囊了。你看不顺眼是吧？马上拆掉，我钱退给你。哟，干嘛？我只不过说说，干嘛动那么大火呀？我知道，你是从法国回来的大艺术家，所以才请你来吗？我只不过跟你商量商量而已，干嘛生那么大气？哎，和气生财啊。嗯，我要能和气生财，也不必做这种低级的装潢了。你知道，我已经照你们的格调这样做了，你还要改这样修那样的，你也太难伺候了吧。再说
好好的房子，装那么黑干嘛？哎，黑点儿，客人喜欢呢。嗯，客人喜欢。你们可真会迎合客人，怪不得钱都叫你们给赚了。有你们这种人，我们就是再和气，也生不了财了。我看呐，我也只能做做装潢了，穷一辈子。你客气。自从你们到我们这儿以后，谁都知道你有一个又漂亮又有钱的太太。你就是出来装修，也只不过在家里太无聊了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吃软饭是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太太的钱就是先生的嘛，结了婚以后应该是不分呢。我看你大概是经验之谈，怪不得你先生那么怕你。啊？我先生怕我，我看不会比你怕你太太更多吧。我怕太太？笑话。每次我们看到你跟你太太一块出来，从你的样子上也看得出你是怕你的太太。那是礼貌啊，你们这些人只知道从外表看人，然后就给人家下定论，说不定是他怕我呢。你怎么知道？哦，那么现在我去看看你跟你太太说话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。我太太现在不在家，她在卖唱片。那更好啊，刚好去看看你们家的装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好吧。今天唱片行怎么关得这么早？我走了。再见啊。他是谁？一个女人。为什么要把他带到家里来？这是我的家。我不能带个朋友来坐坐吗？老早就知道你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你随时都可以走。
我还以为你走了呢。你真的希望我走吗？你真的要我走吗？你受不了了吗？可有，跟你在一起过再苦的日子，我都愿意。别人再怎么讲我，我也不在乎。离开丈夫，不要孩子，亲戚朋友都瞧不起我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对的，我都不管。只要你不要离开我，你就是再去找别的女人，我都能忍受。这个怎么样？嗯，很好。有什么好？金涛，你看这点用金色的不是更好吗？现在看起来一点气氛都没有。什么气氛？婊子馆的还是棺材店的气氛？你懂什么叫气氛两个字？你他妈的跟谁讲话？这个态度！大快，你跟你吗？你凭什么批评这个批评那个？你念过几年书？你见过什么世面？嘴长在你脸上就可以随便乱讲是吧？你看不惯算了，我秃噜谁呢？哎，于先生，于先生，哎呀，于先生啊，你不要生气嘛，就照你的意思好了，你不要听他的。哎呀，你少说话，你懂得个屁！你再啰嗦，我明天就替你走路。啊，于先生，嗯，这店是我开的，你愿意怎么样，就完全照你的意思好了。别人的话呀，一概不算数的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还要到市政府去办执照，不能陪你了。嗯。你少啰嗦，明天请你走。小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？
你这是为什么？究竟是为什么？你心里该明白。我不明白，恐怕世界上不会有人明白，甚至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些什么。我在受你他妈的窝囊气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为了你吃好的住好的，而我去做那些不三不四俗不改来的装广，要不是为了赚这点钱，我于克瑶会做这种事吗？为了你的面子，为了你过得舒服，而我他妈的换了一脸的伤，你该满意了吧？你跟人打架那是因为你的个性，这又不是头一次，你怎么能赖到我的头上来呢？我整天起早爬夜的出去卖唱片，去应付那些客人，我这又是为了什么？你自己贱，你他妈的好好的家你不待，成天抛头露面，你是不甘寂寞。我看呢、啊、我看你呀、啊，长得也不错嘛，啊、哦！到什么五天酒家上班不是更实际吗？不要脸！想不到你会讲出这种话来。你还是个留学生，画家。你瞧不起做生意的人说他们庸俗，你瞧不起上流社会的人说他们虚伪。但是他们知道怎么去对待软弱的女人，如何去爱自己的太太。你性格，你现在，你无时无刻不在闹事。我跟了你，我做了多大的牺牲？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你牺牲？你牺牲，你牺牲，你说说看，你说说看，我这么多吗？为了你，我抛弃了一切。我要的，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你呢，要面子，讲排场，你是抛不开那些俗气的思想，你不配跟我在一起。你只能跟林建才那种土头土脑、没有连接的商人。你骂林建才？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你除了懂一点话之外，你哪一点能跟人家比？哼，做人、处事、人品、修养，你懂得哪一点你？我真的后悔，我怎么会爱上你这种人，简直下流！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怎么样都可以，你不能打我。
我不就在他们身边吗？三个人在一起，该会多么的美满！我真想能摸摸我女儿的脸，我更想挽着俊才的手。以前我不珍惜的，现在却是我最需要的。过去我厌恶俊才，我认为他庸俗，有铜臭味。现在我才觉得他那么爱我，和值得被我爱。他是高贵的，我只想跑到俊才的面前，恳求他原谅我。可是我再也回不去，因为我没有脸再回到曾经被我遗弃、被我伤害的人那儿。我只有在这儿默默地祝福我善良的丈夫。俊才有的柯瑶没有，柯瑶有的俊才没有。先跟俊才，再跟柯瑶在一起，经过了这么多年，到今天我才体会到一个女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物质、情欲、精神都不能跟亲情相比的。一次次追寻自己的理想和需要，当我觉察出我最需要的胜过自己生命的时候，我再也没有脸，也再也没有勇气去寻找。我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